你们都那么远做什么？谁知道你又弄些什么臭东西？这回割的是松油，不臭还很香。我不是，你不是第一次骗。怎么严重了？我拿来做胶水的东西，你们都敢吃，勇气可嘉。大伙为他们这种勇气点个赞吧。他们带他们回去拿皂荚洗干净。银主，你不正常，我站在这里开了五个小时，你拖的游戏都没有干。那你就很正常吗？你再看看这扇门，银主，这次油漆很快就变干了，你也会巫术吗？那是松油对油漆产生的稀释作用。哦，看来要多涂点松油。救救我吧！什么叫本年救死？今天要本年救死？我到底多大了？谁干的？